You watching Toys TV. Ooh.好，咁啊，头先啱啱睇完呢一个 Kenny 嘅 live， 今次既然系咁，我都唔争再同大家介绍埋琴日玩具 TV 介绍嘅精品中嘅精品《传说巨神伊迪安》。咁啊，大家可以见到对面位朋友亦都系睇紧伊迪安嘅背脊嘅。咁但系我基本上都系可以睇翻呢一个 detail 先啦。咁呢隻嘢雖然未定價，不過我相信都唔講得笑㗎啦。咁大家可以慢慢咁樣睇返成隻嘢嘅 detail 位。本身其實佢都係用咗金屬骨架嘅，而亦都有相應嘅發光機構，包括頭、心口同埋鋸鋸位嘅。咁當然啦，大家可以睇翻另外前臂，亦都係有唔同嘅發光位。嗱，我冇偷嘢噶嚇，老老實實。其實我相信，如果講竹谷龍之，都唔需要同大家即係再多介紹噶啦。咁喺造型師嚟講咧，竹谷的而且確，咦？我見到對面有兩條友喺度傾緊偈、吹緊水喎。咁我哋基本上除咗影傳說巨神之外，我哋可以影埋啲老細喺度吹水啊，呢啲老老嘅。好啦，咁啊都係咁以繼續睇翻。其實大家見到本身伊迪安佢嘅造型，如果你問我，佢基本上都完全係一個 SIC 風格嘅伊迪安。咁大家都知道伊迪安本身係一個出土文物嘅遠古兵器啦。咁而今次竹谷龍之，我諗除咗喺外形方面狠咁樣將佢修改之外呢，大家可以見到佢嘅外甲係加咗好多唔同嘅雕刻。成隻伊迪安嘅情報量係完全唔同晒嘅。而本身見到原本伊迪安四四方方嘅直線條呢，經過竹谷龍之嘅監修之後，你會見到佢係多咗好多唔同嘅曲線去組成咗成件巨神。如果我就住呢一個試版咧，其實本身個上色已經好靚噶啦，主體嘅白色係用咗類似象牙嘅瓦色。而佢嘅紅色就用咗一種類似 SIC 一向用開嘅金屬紅。當然啦，如果純粹就住可動性，如果我就咁樣睇官圖嘅話咧，似乎都唔差嘅。因為已經聽講話佢係用咗呢個金屬骨架去處理，咁所以我相信喺翻個可動性嚟講咧，應該有機會同 DLX 系列係唔會有太大嘅分別嘅。不過呢個就等呢一個實物真係出咗嗰陣時先再研究啦。咁就住個坐姿，其實都見到佢下盤位，我相信都已經花咗唔少心機，因為佢呢個踎呢個動作係非常之咁自然嘅。我後面嗰位高層有冇嘢想發表下咧？冇啊，睇下嘅，欣賞下你做幾磅。好，咁啊，暫時純粹如果就住伊迪安，我就分享到呢度。咁希望轉頭會有其他筍嘢再同大家介紹嘅。Sayonara。你專業嘅真係你。